大家好，我是甲子化 Justin。今天萧谷跟子化第一次见面，他们两人在湖边聊天的时候，萧谷说：“我是一个灾星，任何亲近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”灾星的英文是 Jinx， 所以你下一次遇到你很讨厌的人，你就可以对他说 ：“You are such a Jinx. You always bring me bad luck.”